晚上跟我视讯。为什么要视讯？帮我看我睡着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靠近我。你睡着的样子有种迷人的气质。不良执念清楚是欢喜冤家蒲一勇和曹光彦朝夕相处越来越有爱，随着剧情发展就可以看到两人相爱的证据。是曹光彦口是心非的证据啦。我最讨厌这种浪费时间浪费钱的地方，我就不相信我嫁不到。看我拿我钱啊，夹不到的啦，这种骗钱的东西。那如果这就是爱，去买票。跟你去这种地方，跟我怎么了？我要转票。赶快啊，没带钱包。我很讨厌这种浪费时间的地方。小学不都会去校外教学？我都会请假，这里哪一点有教学价值？我还是不懂这种晃来晃去的东西有什么好玩。好玩啊！哪里好玩呢？根本浪费时间。手机还我啦！你被删掉。晚上跟我视讯。为什么要视讯？帮我看我睡着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靠近我。你睡着的样子有种迷人的气质。你自己不会下来拿吗？帮我随便选奖品或切切，普永耀。那个他不敢吃啊，他不喜欢大的，要小的这一种。卤蛋要记得切成像沙拉那种圆圆一片片的啊。拿点青菜哦，香菇不要切，他觉得整颗咬比较过瘾。不要加酸菜哦，他觉得牙齿会涩涩的，很奇怪。小心啊。嗯，最贵的。想看更多爱的火花，而我是说剧情发展，请你锁定每周六晚间8点八大戏剧台哦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